小心胳膊啊。先炒蒜，你的蒜为啥不放完呢？炒汤要用啊。哦，做汤还要用蒜啊？嗯。炒的时候嘛，这个。炒是肯定炒的时候，就是锅有点小。你这个菜是个素的还是肉的？素的呀。你要放臊子肉吗？不用放吗？不用放。上面还有一个鸡肉。藏族小朋友，这儿有两个小伙子，四个小伙子打篮球。我上次来西藏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驻车，也是看着别人打篮球。当时我的这个心跳是120、130，我只能静坐。不过这次我就可以跟他们比试一下了。等一会儿打羽毛球吗？分大呀，好大的分呢。来我颠吧，我颠。我的锅还得我颠是吧？你放调料吧，放啥调料？盐。给我，我自己来。我家里就有。那你们咋过来的？我们骑电动车过来。骑电动车过来的？你们这么小就会骑电动车呀？不是，我爸妈送的。哦，爸妈送过来的。不可能。来。叔叔，你们去过哪里？我们去过哪？我们就去过西藏啊。来，看，看我单手投一个三分。哎，哎呀，能砸到篮板还可以。哎呀，这小朋友厉害，会过人啊！哎。过人是每个小朋友都会，他也会。最后放鸡蛋吗？这还有胡椒粉呢。不要。啊，西红柿鸡汤汤不放胡椒粉吗？不放啊。啊，这西红柿要多炒一会儿，但是。多煮一会儿。嗯，多煮一会儿。买的西红柿有点硬。饭都被吃了。来，给你们一个零食吃一下。我不。拿着。还有一个鸡，今晚吃鸡。你把汤放那儿吧，汤放这儿。来，我这碗都直接喝了啊。这碗就喝。好吧。来，你把这吃掉。锅巴渣子。好。今天晚上，小娇主厨啊，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。主食就吃馒头。中午咱买这个馒头多少钱？1块钱一个。喝汤。这两天嘴皮特别干。嗯，这会儿湿度稍微高一点了。17。刚才那11。刚才上晒太阳那会儿是吧？嗯。看看现在是晚上10:03，天还是大亮的。吃完饭出去散散步。一个活动板房下边装了一个笼子，这是谁的房车呀？这好像也不能上路啊，没挂牌。昨天停了好多房车，今天都走了，又重新来了几辆。来超市看一下加湿器啊。这两天这个嘴太干了。这是个小加湿器，这是多少钱啊？168，这个太大了。
这有点太贵了吧？这什么牌子？不知道是个啥牌子。不知道是个啥牌子。这挺好看的，就是有点贵啊，168。这估计插上电，这里边会亮。嗯，会发光。漂亮一点，嗯。看看这边，这也是个。这也有点太大，你看那个加湿器好高啊。嗯，最好是在网上买，买那种可以充电的，放在开车的时候放在前边。逛到天黑回家了，买了几个雪糕放在冰箱里，天热的时候吃。哎，啥？砸到房车了？砸到车了。外边这会儿还有人打篮球，这啥啊？鸡啊？